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们到底是谁？妈，我答应你，把他们三个都找出来。你是郭静仁，今年29岁。你妈张小佩在你7岁那年便离开了。吴大志，37岁，单身，寿聘公司的老板。从小个性冲动，爱打架，但却安眠在妈妈身边。你叫郑美男，今年21岁。而你的人生目标呢，就是成为一个大明星。你不要以为你是我弟弟就可以打电话来责怪我，我是不会承认你这个弟弟的。我也没有你这种哥哥，可你也不能随便把人家妈妈带走啊。人家的妈妈，人家的妈妈，那现在人家的妈妈的事关你屁事啊。我根本不想要找我的妈妈，你们为什么一直来找我？我根本不想知道妈是谁。